这个女人真是太神奇了，掏出一张扑克牌就可以变成银行卡付钱，动动手指，时间立马倒退，甚至摸摸耳朵，一片狼藉的家立刻洁净如新，哪怕是电线电缆也会各就各位。家政人员看了都直呼内行。女人是一名女巫，只因她厌倦了在法世界的生活，便来到了凡间，想要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。哪怕是淋雨，也会开心的像一个孩子。而她最大的期待就是找到一个爱自己，并且自己也爱他的人。 没想到，才不到几天，爱神丘比特就敲了他的门。男人是一名过气演员，急需翻拍一部电影来翻身。他想要找一个毫无人气的女演员作为自己的陪衬，阴差阳错的就在书店偶遇了与电影里女巫别无二致的女人。 在他甜言蜜语的哄骗下，女人很快就答应了他的邀请，来到电视台接受了面试。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，都对她的表现很是满意。不过那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个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女巫。女人就这么顺利的找到了工作，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。她坐在家里，观看着老板的表演，暗中学习，并专注的用在表演中。在这样的相处中，女人也对男人暗生情愫。就在她以为将要迎来一场甜蜜的恋爱时，竟不小心听到了男人和经纪人的对话，言语间满是对她的诋毁。 他生气的跑出片场，打算离开。两个好友跟着他走出来。 耐心的安慰他，女人忽然觉得自己不可以轻易放弃这个人渣，于是她回到了片场，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摸耳垂，让男人出尽了洋相。本以为这个人最多也就是嘴贱，没想到在采访上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告诉媒体，女人动鼻子的招牌动作是自己教导的。原本怒气有所平息的女人瞬间就炸了，她打算辞职，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不要脸的人渣。可就在这时，姑姑忽然从壁橱里掉了下来，并且为她报复男人施展了魔法。男人熟睡时无意吸入一团气，醒后性情大变，不仅对平时。 嗤之以鼻的新人女演员青睐有加，还邀请女人和自己约会，哪怕表面拒绝，身体却很诚实。女人狂奔回家，希望姑姑可以解除对男人的魔法。然而向来只知道闯祸不知道收场的姑姑，一个响指人就去了日本，留下她自己处理这个烂摊子。女人表面说着不想和男人约会，但还是悉心装扮自己，打开门收到男人送的花和礼物，瞬间就心软了。面对男人的殷勤，女人很快就沦陷了，和男人一同出门晚餐，等到他送自己回家依依惜别时。 他才醒悟过来，动了动手指，让时间倒退回姑姑来到家里的那一天，彻底唤醒男人。而男人果然也不负众望，在看到新播出的剧集影响力，女人票数比他高后，自尊心受挫的他立马就口不择言起他失望的看着对方，怒骂他就是个混蛋后扬长而去，却没想到对方竟是个受虐狂，被他怒骂后反而对他另眼相看起来，不仅求他回去继续演戏，甚至真的对他展开了追求。看到对方的真心后，本就对男人鼠疫许久的他，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 没想到这时，看见男人有翻红迹象的前妻找回了回来，想要和他复合。女人吃醋不已，动了动手脚，一个大灯砸下，前妻就倒在了地上。他觉得有些过分后，又将时间倒退，只是用鼓风机给前妻一点教训，并成功让前妻松口答应和男人签署离婚协议。男人手握着扫帚，一不留神就上了天，甚至还在半空中荡来荡去。而这一切都是他女友的杰作。好不容易落地，惊魂未定的他捡起一旁的树枝，就要保护自己。 却让女友伤心不已，骑着扫帚就离开了。成功得到前妻口头承诺的男人，开心的准备在家里开派对庆祝，许多人都受邀到场。女人不想再过多隐瞒他，打算将自己是女巫的事实告诉男人。尽管父亲再怎么劝解，他都还是一意孤行。可是不管他怎么说，男人都觉得他是太入戏在开玩笑，哪怕立马从杯中变出一把伞，打的响指让电视投屏。 他也觉得不过是魔术罢了。女人生气的就离开，男人见状立马追上去。只见女人小手一挥，一把魔法扫帚就从他手中显现。男人以为又是什么道具，没想到对方竟让他握住。他不以为意的拿着，下一刻就被带上了天。被放下来之后，女人惊喜的问他是不是可以相信自己。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根本就不像他想象的那样，而是一脸惊恐的看着他。女人只好伤心的离开。 分开之后，电视台只好重新找演员出演。可是试镜了许多个男人，都觉得比不上他，但他却无法说服自己和一个女巫在一起。直到他从好友的口中听到女人将要离开回家，并且女巫回家之后一百年都不能再出门的消息后，男人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和女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。与朋友开着车一路疾驰，终于在片场找到了女人。I Because I really、want to be normal. 两人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思念，拥吻在一起，并决定厮守终生。他们开车来到一栋别墅前，男人将女人抱下车，走进房内开始迎接他们的新生活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对彼此坦诚，并且不会分开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作为一部奇幻爱情喜剧，不得不说还是很成功的。女主将女巫的形象塑造的很好，无论是皱鼻的俏皮，还是伤心难过的哭诉，都太可爱了。两人最后也算是修成正果。 那门口迅速开花的树，或许象征的就是两人的爱情吧。好啦，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次再见哦。